然舒子曾于今年四月宣布重回啦啦队 Luxy Girls 担任队长一职，吸引大众关注。然而啦啦队的服装经常遭到网友批评，太过暴露，太夸张。对此，舒子曾日前抛出了国外啦啦队队员的照片，只见队员们的服装露出大片美背，还秀出半个屁股蛋。他借此向酸民们喊话，认为他们真的要多看看世界，因为在国外的啦啦队这样穿真的很正常。舒子曾坦言有一堆酸民指控 Luxy Girls 的穿着比国外啦啦队还夸张，但其实 Luxy Girls 的穿搭是希望能展现肢体语言和热情，打破啦啦队应该要保守以及被控制的观念，并非为了取悦路人，因此呼吁酸民们用正向的想法和眼光去欣赏接纳不同人的美。